们上一集讲到，汉宣帝之所以能坐上帝位，最大的功臣肯定是大将军霍光。所以呢，汉宣帝在本始元年，就他继位的当年，也就公元前73年春天，哎，马上就让有司研究，研究什么呢？霍光大将军有定策安宗庙大功，怎么办？重赏啊！因此呢，当时就给大将军霍光增封17000户，加上他原先的10亿呢，他等于是10亿，现在是20000户。同时呢，也给车骑将军、富平侯詹安世等10位大臣也增加了封邑。那新封侯的人呢，有5个人；赐爵关内侯的有8个人。就这些大臣啊，都有功。显然呢，大将军霍光是功劳最大的。平心而论，如果不是霍光，你想刘病已他爷爷是跟汉武帝大动干戈的废太子刘据，如果凭借这层关系，怎么轮应该也轮不到他来继承帝位。霍光受到了这样的荣衔，那么霍家子弟在当时说句实话，也个个都是封官升爵。你包括霍光的长子霍宇，啊，还有这个霍云，啊，都是中郎将。那霍云的弟弟霍山呢，又是奉车都尉，啊，还兼领什么胡越士兵，又是侍中。霍光两个女婿呢，而且都是东西宫的卫尉，等于都是御林军的长官。所有霍家的这些女婿啊，包括外孙呐，啊，都是有官儿，当大夫的、骑都尉的、奉朝请的、什么给侍中的，可以这样说，整个汉朝的朝廷基本就是他们老霍家的，盘根错节，枝蔓横生。等于霍氏家族啊，当时是汉朝最重要的政治势力，举朝当中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和霍氏家族的势力相抗衡，显赫到了如此的地步，霍光呢实际上还是比较满足的，但是有一个人不满足，谁呢？就霍光的老婆霍贤不满足。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就非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宣帝，成为皇后。如此呢，这霍贤他想，我自己那不就成为皇帝丈母娘了吗？风光至极还要风光，其实呢就是要作死了。宣帝刚刚继位的时候，由于坚持己见，哎，霍光女儿霍成君呢就没能做成皇后。霍光当时虽然觉得没面子不痛快，毕竟是大臣嘛，就是有些不痛快而已。毕竟呢，他自己的外孙女已经当时是太皇太后了，你不能现在把女儿非得送入宫当皇后，你不能把汉朝的后宫都让自己霍家人占了。哎，霍显就不干，他是处心积虑非要当皇帝丈母娘。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更何况人家哎许皇后，人家活得滋滋润润的，这个一时半时呢又死不了，因此呢皇后的位置啊确实是空不出来。别说这个霍显啊，这个人还真有主意，胆大包天，他还真惦记上许平君、许皇后了。他原本就不是霍光的原配，霍光的原配呢是东闾氏，这位夫人身体不好，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就死了，生下来那个女儿呢就是现在的上官皇太后的这个亲妈。那么霍显呢，从他的姓大伙儿就可以看出来，他不过是当时东闾氏的这个陪房丫头，出身呢很卑贱。那依据古代的那种婚姻制度，陪嫁丫头不仅仅是什么打扫房子啊、伺候老爷啊、伺候这个主母啊，有时候也有接个短儿在床上伺候老爷这个义务。因此呢，这霍显怀孕之后呢，正好赶上正妻东闾氏不久就死了，霍显就直接哎从婢女升级为夫人了。霍光这个人呢，他在皇家政坛啊，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为人是特别谨慎。我们想一想，如果他不谨慎，他能活到今天吗？但霍显这个妇人啊，显然完全和霍光就不是一路人，不仅不是一路人，简直就是截然不同的两路人。特别是呢，霍显这个人，他出身卑贱，因此他对身份和地位这些东西就特别敏感。那么说起身份和地位呢，霍光当时都位极人臣了，霍家呢又是大汉朝第一家族，你说你要再往前走一步，那说出来就吓人了，你说你还图个什么呢？哎，
人心不厌，霍显这妇人呢也是个偏执狂，就是要当皇帝丈母娘。汉宣帝继位之初呢，如果不玩那顾剑情深那一招呢，那些大臣们推波助澜，当时他自己女儿早就当皇后了。现如今呢，许平君、许皇后人家是皇后，显然呢，许皇后就成为这个霍光老婆霍显的眼中钉、右中刺。因此呢，这个许皇后在霍显心目当中一定要清除掉。许平君、许皇后呢，她是出身一般的平民，因此这个姑娘为人特别和善。总是与人为善，即使当了皇后，她在宫内从来不奢侈浪费。她不仅呢自己以身作则，伺候她的宫女人数还特别少，平时啊吃穿用度啊都非常的节约朴素。不仅如此呢，许皇后这个人还特别知礼，对于自己的长辈毕恭毕敬，特别是对和她自己年纪差不多的那个上官太皇太后，许平君低眉下气，每五天都按照礼制去朝见一次，服侍周到，礼仪周全，宫内上下都夸赞许皇后绝对是个好人。那么这样的皇后身居宫中，你说霍显惦记她，你怎么清除呢？还真来机会了。在本始二年，许平君再次怀孕，当时隆冬时节，即将分娩了，孕妇啊是需要照顾的。有个名叫淳于衍的女医生，就常常出入于宫中。这个淳于衍的丈夫是谁呢？是禁卫军的小头目，有个叫淳于赏的。这个淳于衍是他的这个老婆。这个淳于赏呢，和霍家呢比较熟悉，因为霍家子弟多嘛，也就常常让他自己老婆淳于衍啊，和那个霍显走动走动。你没事去霍府走走动一下，我好跟别人吹牛，我也是大将军，他的亲信。做了好久的宫廷侍卫呢，淳于赏呢，他显然是想外派当官，捞些油水。于是呢，他就对老婆淳于衍说：“你有空啊，见到霍显那主父的时候啊，你替我走走关系，最好能让大将军派我出去当安池县。安池在哪儿？就今天的山西芮城县，在汉代那里是著名的盐池。盐这东西现在不值钱啊，但是在封建时代，这个盐啊一直属于政府高度垄断的产业，因此到那地方管理盐池，油水就大了去了。吴氏献殷勤呢，是非奸即盗。淳于衍这淳于赏的老婆，就到这个霍家大院去见那霍显，然后呢，趁着霍显高兴，就说出自己的丈夫想外派，这个到安池当安池县这个事情，把这个事儿跟那霍显一说呢，霍显一听，马上就觉得这个淳于衍啊是可用的。就借此机会，然后就要求对方，好，你老公这事儿我给你办，但是你得先给我帮忙。这淳于衍一听吓一大跳，夫人，我能给您帮上什么忙啊？这霍显就跟他说了，你找机会把这许皇后给我毒死。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淳于衍当时脸都吓白了，他想不答应吗？想，但是他不敢。为什么呢？这阵如果不答应，他活着离开霍府的可能性根本就没有，只能答应了。回家之后呢，淳于衍啊，主意还挺大，就弄了一些中药附子捣碎了，偷偷带入皇后啊所居的这个长定宫中。附子的这味药虽然有毒啊，但也不是说特别剧毒的药，不像什么砒霜那些东西，但这种东西对于孕妇来讲，肯定毒性特别大。因此呢，淳于衍为了干事利索，他在衣裳为皇后制作那大药丸子里就放了不少那附子粉。没过多久呢，许皇后果然就出现了中毒的症状。痛苦之余，许平君还问旁边伺候着淳于衍：“哎呀，我头目昏昏的，心里特别不好受。你说这药里不会有毒吧？”淳于衍肯定斩钉截铁：“那不可能，绝对没有。这么多人试着看着医生配的药，绝对没毒。”但很快呢，许皇后就出现了昏迷的症状，不停地抽搐，最后呢呼吸衰竭而死。许平君啊，这个许皇后被毒死的时候啊，距离她入宫才三年不到，时年19岁。这个惊天大事做成，淳于衍立刻去见霍显报告消息：“夫人，这事儿我办成了。”霍显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虽然心里非常高兴，但毕竟是谋杀了当朝皇帝的皇后啊，还是惊大于喜。
当时呢，哎，只是空加承诺，好，你老公那事儿我马上给你办。实际上他还不敢特别明显的马上赏赐淳于衍，哎，马上把他老公那官给封了。淳于衍方便呢，你想我替你霍显，你老霍家干了这么大的事儿，哎，一时之间啥事儿没有，他也挺失落的，但他也不敢问，不敢追。不久呢，宣帝收到举报，就说这许皇后啊是非正常死亡，因为她死的时候那情形太不对了。惊怒之下，宣帝就派廷尉赶紧给我抓人按问，就把许皇后当时分娩时在身边伺候她那些医生和宫女全都抓起来，准备严加审问。消息传出来之后呢，霍显这个时候又怕又着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告诉老公霍光也不行了。于是呢，在密室之内，夫妻两个人就这两个人待着，别人都没有。这霍显一五一十就把这过程都跟她老公说了。最后呢，她哀求霍光，既然呢我已经失计，让淳于衍干了这件事情，没有退路了，您就想想办法，千万不要让这个淳于衍受审。霍光当时的反应呢，《汉书》当中只有几个字：光惊愕，默然不应。其后奏上属衍勿论，短短几个字啊，实际上字字惊心。见多识广如霍光这样的人，他一时之间惊得发呆，良久默然没有反应，就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毕竟霍显是他自己老婆，如果出事儿自己难逃干系。最终呢，他还是滥行职权，就让廷尉啊放掉了那个淳于衍，就不要推问他了，不要审问他了。由此呢，霍氏家族就暂时躲过了一劫。霍显长舒一口气，他有所不知的是呢，开弓没有回头箭，连当朝皇后你都敢毒死，老霍家的命运其实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注定了。犯下如此大罪，被自家老公哎，因为他的庇护躲过了，霍显依旧没有消停，他依旧没忘让女儿入宫当皇后这件事儿，天天撺掇霍光赶紧趁热打铁。事情已经如此了，皇帝现在他皇后都死了，霍光呢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朝中大臣呢也当时都是人精，纷纷上书推举霍光，哎，他的女儿霍成君为皇后。当时的汉宣帝实际上他在内心深处呢就肯定是非常猜忌霍光的，因为霍光当时太专权了。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是霍光的老婆那霍显敢把自己的结发妻子给毒死。如今呢，确实喜皇后死了，那皇后位子呢肯定不能久空。于是呢，宣帝也顺坡下驴，就下诏纳这个霍光小女儿霍成君为大汉朝的皇后。那么在本始四年公元前七十年春三月，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呢就成为皇后了。如此呢，霍家两个女孩都在宫内，哎，都当后，一个是太皇太后，一个是皇后。可笑的是呢，本来辈分大的霍成君反而要在辈分低的，就在霍家辈分低的这个上官氏面前，哎，俯首行礼，哎，每五天一跪拜。许平君当皇后的时候，宫内啊，从宫车呀，这个服装啊，这个所有用度都非常节俭。霍成君霍光这闺女当了皇后之后呢，哎，真是坏妈没好女。这霍成君这霍皇后的车驾呀，侍从越来越多，至于他赏赐官署那些金钱以千万计，在宫内为所欲为，和先前勤俭节约的那个许皇后这个一比，那简直是判若云泥。闺女当成皇后了，霍显呢得意非凡。你想，女儿入宫之后，现在已经当了正宫皇后了，而且呢，前皇后许平君的儿子还一直没能被立为太子。就想都可以想见，哪天自己闺女肚子一大生下一个儿子，应天顺人，肯定就是大汉朝的皇太子。如此一来呢，日后的皇帝那就是我外孙呢，大汉天下那就是我老霍家天下。许皇后死后呢，哎，外面的传言越来越多。宣帝呢虽然年轻，但这个人非常老道，哎，韬光养晦，他把一切怀疑和反感都压在心间，对霍光呢依旧毕恭毕敬，而且呢对待着新皇后新娶的这个霍成君呢，宣帝也是非常对他非常好，琴瑟和鸣吧，装出一副毫无芥蒂的样子。皇帝皇后关系哎虽然表面非常好，
但霍成君的肚子一直没见动静。那宣帝后宫其他美人一个接一个生下大胖小子，什么华婕妤啊、张婕妤啊、魏婕妤啊，大胖小子一个接一个的生，唯独这位霍皇后颜如处子，啥事儿没有，肚子还一直是平的。你看，女儿终于当成皇后了，霍光的身子骨呢却不行了。宣帝缔结二年，也就公元前68年三月，霍光呢因病而薨。为此呢，宣帝和太皇太后上官氏亲临霍光葬礼，赐予霍光的那个棺材啊、葬具啊，以及下葬的那个程宇规格啊，都和帝王差不多。不仅如此，当时宣帝还下诏追谥霍光为宣城侯。霍光执政这么多年，杀人不少，得罪人也不少。他活着的时候，那些人敢怒不敢言啊。霍光一死，马上就有人要清算霍家。更何况宣帝本人早就对霍光的专权心存不满。《汉书》记载，宣帝继位之初，霍光陪同新帝夜见刘邦庙，就到刘邦庙去拜。宣帝当时啊，就感觉到极其不舒服，犹如芒刺在背。可见呢，他对霍光的忌惮呢，可以这样说，就从宣帝当皇帝的开始那个阶段，就已经对霍光的感觉不好。哎，当时的宣帝的这种感觉呢，实际上就种下了日后霍氏家族大祸临头的根源。我们现在知道了“芒刺在背”这个成语，这个典故，就是出于霍光和汉宣帝。第一个跳出来揭发霍家跋扈的是谁呢？御史大夫魏相，他托宣帝老丈许广汉，就上了一封书奏，就把这个霍家毒害许皇后的这个事儿给挑出来了。得知此事之后，宣帝呢依旧不动声色。他深知当时霍氏家族的势力在朝廷呢这么多年，盘根错节，没有十分把握，绝对不能轻举妄动。于是呢，他一步一步的，先慢慢收回霍氏家族那些男性成员手中的权力，特别是对那些手中有兵权的霍氏子弟，一一予以削夺。你什么御林军啊、禁卫军啊、南军、北军啊，当军官的那些人，把他们手中的兵权先收回来。霍光死了，冰山都倒了，霍氏子弟依旧是飞扬跋扈。霍显本人呢，广置地势，大修宅地，他的马车规格啊，都跟帝王的那个马车成语差不多。没事呢，还在府内，让他那些手下伺候他那丫鬟用五彩丝绸拉着自己呀、乘着那个大车，在这到处奔驰游戏。而且当时霍显都更年期老太太了，没事还和府内的奸奴叫冯子都的两个人奸通。至于霍宇、霍山这些人，大修宅地，成天在平乐馆内走马奔驰。霍云呢，多次称病思出，带着一群宾客和从人，在皇家的那个皇山院当中围猎，而且还派家奴呢冒充他自己上朝夜见皇帝。对此呢，朝中没有任何人敢揭发。霍显呢和他几个闺女，仗着自己的这个女儿是皇后，昼夜出入这长信宫殿。你说皇宫内院是你随便进的，哎，他就跟自己家一样，没事就进进出出，无止无休。一次呢，这个霍氏家奴和魏相他的家里的仆人马车抢道，双方发生冲突了。那霍氏家奴啊，猖狂惯了，所以说城内啊，你想谁敢和我们老贺家比呀、于是呢，仗势欺人，竟然闯入这个魏相御史府的门里头，大打出手，而且要扬言要把御史府大门我给你砸了。无奈呢，御史府府内的官员对着霍显家这个家奴啊叩头求哀。最后呢，这个霍家的家奴才得以扬长而去。你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这帮人还如此猖狂？于是呢，心存大恨的御史大夫魏相就开始和宣帝在深宫内密谋，准备一举铲除霍氏家族。那么在霍光死去的第二年呢，宣帝在这翅膀硬了，他就册立结发妻子许平君许皇后儿子时年7岁的刘氏为皇太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霍显那个恨，你想现在他老爷们霍光都死了，没人再能罩住霍氏家族了，他还想故技重施，教自己女儿霍成君啊，哎，你在宫内把那太子给我毒死，阴毒啊，所以这遗传都是显性基因。哎，这娘俩啊
智力水平一看都差不多。身为皇后这个霍成君呢，哎，竟然就对他妈言听计从，好几次呢想对那太子刘氏那小孩下毒手，还有一次差点得手。但是呢，一旦皇帝惦记哪家大臣，这家大臣基本上就完了。日复一日，汉宣帝和魏相这些大臣谋划，先从霍宇下手，逐渐削夺霍氏家族的权力。眼看手中的兵权，慢慢一来二去全没了，霍氏这个整个家族的逐渐就感到惊恐了，而且呢又满心的怨恨。特别是霍显得知自己毒害许皇后的事儿，现在已经越传越广，几乎近于败露了，他更是惊恐万分。因此呢，这一大家子家宴之时，他这霍显就反复死催这霍家这些爷们儿赶紧动手。宴饮期间呢，这霍云的舅舅有个叫李靖的就出馊主意，干嘛呢？就让上官皇太后出面，下诏呢召那御史大夫魏相，还有许皇后的父亲许广汉，这两个人呢，这个赴宴到宫内的吃酒。这两人到后，霍光两个女婿呢就可以在立即在席间杀掉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现在没事，那不到处散播，咱们主父曾经毒杀这个皇后嘛，许皇后嘛。现在先把这两个人弄死，然后呢就接着入宫把皇帝也杀掉，立霍宇为帝。这事儿还没实施，就被人告发了。那么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汉宣帝呢依旧隐忍不发。不久呢，霍云的舅舅李靖就出主意，那个人他和诸侯王之间交通，就互相之间通气儿，这个事情被人揭发了，他被抓住了。他一被抓住之后，还没拷打他呢，他就把霍氏家族谋反的事情就全招了。一直到这个时候，汉宣帝才布置，所有的官吏赶紧嘛，把这个当谋反大案来给我查，因为他现在已经基本布置就绪了嘛，就开始收网了。谋反大案，官吏很快就审清楚，因此霍云、霍山这两个人听到消息之后就自杀了。朝廷呢，在这就把就什么霍显啊、霍宇啊，全部都逮捕了。经过廷尉审讯之后呢，这人全找了，霍宇腰斩，霍显包括跟他家的那些有亲戚关系那些什么女婿啊、什么弟弟啊、妹妹啊，全部都砍头弃市。与霍氏姐妹当时相连坐的一些姻亲故旧，凡是跟他们霍家有关系的，特别是有姻亲关系的这些人，几十家全被诛灭无疑。那么把这霍氏家族全部诛杀之后，宣帝就废掉了自己的皇后霍皇后。如此呢，当时才23岁的霍成君不得不结束5年的皇后生涯，搬进冷宫昭台宫。12年之后呢，这个汉宣帝呢不知道又怎么想起这位霍氏后人了，我估计哪天做梦梦见芒刺在背，又梦见霍光了，他就觉得让这个霍成君住在昭台宫那冷宫啊软禁还是太便宜他了，又下令让他再搬到云林馆那个监狱里去住。至此呢，这位霍氏前皇后终于发觉呢现在就完全没有生路了，只得上吊自杀。霍氏家族啊，要从霍光同父异母的那个兄长霍继病算起，在西汉政坛闪耀长达60年之久，对汉朝绝对是也立下过丰功伟业，名动天地。但一朝败亡，恰似土崩瓦解，霍氏家族顿时是烟消云散。为此呢，大历史学家班固感慨，大历史学家司马光也感慨。班固呢，他在肯定霍光对汉朝的莫大功劳的同时呢，他就认为霍光是不学无术，不识大体。最后呢，霍氏家族败于妻女之手。大家现在一定要记得啊，不学无术这个词儿也是源自这个霍光。那么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呢，他就语意深切，他有通篇大论感慨，原先的古汉文写的特好啊，大意是说什么呢，霍光辅佐汉朝可谓是忠心无私，但他最后呢却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为什么呢？因为作威作福是国君独有的权利，大臣掌握权力而又长期不肯还政放权的很少不遭受大祸的，何况呢宣帝继位都19岁了，聪明刚毅，了解民间疾苦，完全可以即时亲政。但霍光呢长期专权而不避讳，
安排自己的亲党充塞朝廷，在上呢是国君愤怒，在下呢是大臣百姓怨恨，举国上下是对他们家切齿痛恨，侧目而视，待事而发。为此呢，霍光本人呢死前能免遭清算呢，就算非常不错了。不过呢，司马光笔锋一转，也认定汉宣帝本人也有错。他接着表示说什么呢？如果汉宣帝在霍光死后只给霍氏家族以丰厚的一个利禄，让那些人做些虚官，也足可以报答霍光对他的拥立大恩了。但是呢，汉宣帝却故意委任霍氏族人以重任，授以兵权，等到呢怨恨矛盾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又施以强制性的这个把这些权力都收回了，都裁夺了。如此呢，肯定招致霍氏族人的怨恨，最后他们生谋反的邪念。所以呢，霍氏家族灭族，不单是霍氏家族他们自己遭罪，也是宣帝故意酝酿而成。为此呢，司马光最后感慨说，虽然霍显、霍宇、霍云、霍山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应该诛杀，但也应该给老霍家留下一个男丁，继承霍光的这个祭祀，以保奖霍光当初辅助汉室这样的忠勋。结果呢，霍氏被族诛，杀得干干净净，连一个吃饭的活口都没留下。由此观之，汉宣帝这个人啊，确实也挺寡恩无义的。寡恩归寡恩，汉宣帝作为一代英主帝王，他这个人还是非常能干的。那么汉宣帝到底干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